中间，中间，两位中间，谢谢。哎，这边就，我们先首先先先问问你，陈慧莹导演，先恭喜你完成8.2这部作品。那对，然后这部作品其实跟您之前的作品，包括以前那年你不灵活啊，你还不是女孩子，都是相对严肃一些些的。那这一部其实光看预告都知道是一个疯狂的喜剧，你可以描述，可以讲一下说为何想做这样的尝试吗？有开吗？欸，稍等一下哦。好像那个麦克风没有声音，你的好像也没有。没有，等一下。我们不要讲话就好了。不要讲话。不要。我们不讲话。我们调整一下，稍等。好。好，还是这样讲话可以。这样讲话，那他麦克风在哪？对对对。有，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拍的东西都太严肃了，然后就觉得我自己也到了某个年纪，就是大家都会讲说啊，那个谁想要看就是50岁以上或40岁以上的女人谈恋爱的故事。那我就觉得说不行，就是我就是要拍一个60岁以上的人谈恋爱的故事，然后而且不要那么严肃，就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从2019年到现在，就是疫情越来越夸张，然后大家其实都很闷，股票一直跌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觉得，对，我说我跟你讲的话，所以就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就是在看戏的时候轻轻松松的笑一下，虽然我们戏里面探讨也都还是很严肃的问题，对，可是是用喜剧的方式来呈现，就觉得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看待这些人生的难题。其实导演拍这部戏，据我所知应该拍了蛮长一段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因为拍《瀑布》得金马影后啊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他真的是人格分裂。他其实我们其实因为。其实最主要是疫情的关系啦，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澳洲拍摄，因为妈妈是嫁去澳洲嘛。那我们本来在做案子的时候就很兴奋，就觉得说哇太好，我们做一个案子可以出国了这样子。然后结果疫情就来了，那就没办法出国，所以我们就拍到一半必须得改本。那改本之后，因为静雯已经签约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必须把我们台湾的部分拍完，而且再加上我们是真的从好莱坞请了演员来。那他那时候还需要隔离，那时候隔离21天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分三段，所以大家都说我们拍很久，其实也没有啦，普通久而已。对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慧莹导演。那我们下一位也问另外一位导演金宏导演。其实李金宏导演之前他的片子跟台北电影节很有渊源，因为包括像《衣柜里的猫》《十年台湾》《野雀之师》这些入围台北电影奖的作品。都是由他担任剪接，那这一次是以导演的身份来到台北电影节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吗？我觉得非常荣幸啊，就是可以，我终于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只是一个剪接师，还是导演。那这一次从剪辑跨到导演，然后又是一个双导演跟慧琳导演合作，要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分工，有没有吵架之类的？没有啊，有那个慧琳导演，他怎么敢跟我吵啊？我应该不敢跟那个，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你们是怎么样？平常是怎么样沟通协调的？其实我们就是真的两个人一起坐在麦克前面，然后看比如说我今天跟演员讨论完戏以后，然后我们一起演过一遍，然后会跟慧琳导演讨论，有没有什么要调整的，我再负责去跟演员调整。那如果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，慧琳导演再出来把他想讲的东西再讲得更完整一点。所以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争执，我有冲突，真的没有争执，是真的没有，非常的顺利。对，这不是表面的合理。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啦，就是我拍白班，他拍夜班，然后就是操死这些演员。好，那好，谢谢静雯分享。那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来问演员的部分了，先请静雯姐分享一下，因为这一次不光是以女主角的身份参与《妈别闹》了，就是演员的身份，其实还包括是制作人，是不是？担任这部片的制作人，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心情部分。我这边要特别谢谢慧琳导演，因为一开始跟他讨论，然后还有
很热情的邀约，但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没有信心，让慧玲导演觉得说你怎么了，你当然可以跟我们一起啊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其实就是跟着整个剧组跟慧玲导演带领之下一起学习。那我觉得制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必须要大家的团队跟专业的人士大家一起来进行，才可以让大家看到现在出现的妈别闹了。其实这一部剧啊，这个影集其实不光是有静雯姐，还有我们的很重要灵魂人物，虽然今天不能来现场 ，B 姐。那另外还有就是柯佳嬿，就是一家人。其实我们一直很期待 B 姐现在在这边闹一波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她自己就在家里先闹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没有，很想跟她现在视讯说：“妈，妈，你在闹什么？赶快出现啊！”那既然B姐不能来，也请静雯姐分享一下，说你们这样三位女性，这三位女主角如何这样闹成一家人？我相信在座一定都知道，只要一团女生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非常闹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我们自己本身闹得非常愉快，但是应该要问旁边的男性的感受比较重要，因为我觉得B姐她就是一个本身自带喜感。当初跟导演讨论，也就是不二人选的一个妈妈角色，因为真的只有她可以诠释现在《妈别闹》里面的那个王妹妹，不停的闹，闹到大家都已经这样一直翻白眼。那我觉得佳嬿这次也很可惜，因为她也在隔离当中，接下来也会跟大家见面。但是佳嬿也突破了她很多的角色，去演了一个之前跟她不大一样的个性。所以我觉得导演的定位很特别，也很清楚，包括可能没有想到找我演一个。就是宅在家里面一直用言情小说去幻想的一个作家，那些东西都是导演觉得我们是可以适任的，所以这一波闹下来，我相信7月15号在 Netflix 大家看见之后就会觉得原来真的蛮闹的。好，谢谢静雯姐。谢谢。 那接下来要问的是林柏宏。好，林柏宏这一次的演出跟过往是蛮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一次在妈别闹里面演一位渣男。对对对，就跟本人就是距离非常非常大，没有特别，所以就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。这样哪一部分？哪一部分？你怎么样揣摩渣男的这个心理状态跟角色？就因为这偷情的部分就是有没有也没有去也没办法做田野调查，所以就是因为在现场有很多那个比较激烈的动作爱情戏。对，然后这个都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，可是还好，就是对手演员是那个，就是非常优秀的佳嬿嘛，所以就感谢他带领我这样，趁他没来胡说八道。那你要讲一下跟佳嬿对戏的感想吗？啊？跟佳嬿对戏的状况感想吗？就是他就是像。就是在现场像小敏一样，因为那个小敏这个角色就是永远都强强的，然后都是浑身酒味，永远都不太清醒的样子，所以跟他演起戏来就会被他那个有点疯疯癫癫的状态带进去。不过这个角色我觉得最有趣也最困难的地方是，希望可以演出这个男生他是有很多爱，而不是很没人性、很没有爱。对，所以导演给我一个任务，就是要让。就是小茶这个角色每一次出现，大家都想揍他，但是又很爱他，这真的很想捏捏他的脸。好，谢谢博宏分享，等一下首映大家应该都会看到他如何的抓法这样子，也希望大家爱上他。好，那谢谢博宏，我们接下来是婉婷，有想要询问他，因为他之前呢，应该主要是以电视剧的演出为主，那这一次来到台北电影节，其实我们非常的荣幸，然后加上其实你之前如果大家在看过很多八点档就知道，你是以主要以恶女啊反派角色为主，那你这一次的角色跟过往有什么样的比较不一样的突破吗？像我之前演恶女的时候，因为都是要报应才会冲收视的高点嘛，所以呢，我头上永远都是什么鸡头啊、面粉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当个漂亮的女神。那谢谢这两位导演让我圆梦，终于可以好好演一位女神，而且是在我的女神面前 ，Hello 女神，而且是在我的女神面前演女神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所以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，然后也很开心这样。那你谢谢啊，这样过去的一些戏剧上跟这次比起来，因为这次是完全一个疯狂喜剧嘛，对，你自己是一个就是本身就是有搞笑因子的人吗？其实我觉得我是，但是通常只会出现在我酒醉的情况之后。对，就是大家都还没有发觉我的这个部分，然后想不到慧玲导演慧眼识英雄，
就已经开启了我这一方面的开关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为什么慧琳导演会选我来演这个角色？所以你是有先灌他酒，然后大概发觉了吗？我希望之后可以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婉婷她是本土剧八点档的女神，然后因为我弟呢，他是一个八点档的忠实观众。那有一天呢，我跟君宁很好嘛，那我就跟君宁讲说，哎，君宁你来我家，我做一个测验给你看，就是我说张君宁你跨不过大甲溪，然后他不相信，他说怎么可能，我张君宁哎，然后我就说你试试看。然后就到了我家呢，到了我家之后呢，我弟就回来了。然后我就问我弟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？”我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说：“谁？你朋友？”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弟说：“弟，那你认不认识曾婉婷？”他眼睛发亮，然后他说：“曾婉婷，我知道，他演过什么什么。”然后他就把他剧中角色的名字全部讲出来。我就觉得曾婉婷他可以越过大甲溪以南，所以他就是我们这一部戏的大甲溪以南的担当。好，要相信这一部戏应该是，这是全台湾都顾到了，甚至全世界应该都会顾到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今天台前的访问我先进行到这边，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媒体朋友也要发问的？我这边。嗨，导演演员们好，请问一下，因为今天等等就是全世界首映的《妈别闹了》嘛，那演员们跟导演现在的心情呢？因为听说票都已经卖光了。对。太棒了、yeah ！就跟着我们一起闹吧，闹到全世界。那导演，就大家现在会很紧张啊，就很怕大家就是如果啊有人开始笑，你们就跟着笑。对，只要有人开始笑，大家就跟着笑，好吗？不要害怕，就笑出来。这是我们的暗号。对，但是我没穿衣服，如果大笑的话，这个效果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？不用笑就鼓掌。对，看到伯宏没穿衣服鼓掌，然后看到听到有人笑就跟着一起笑。好，对，因为很怕万一就是我们拍喜剧，然后就没人笑。我自己在家里看都有笑了。看到康仁哥没穿裤子，其实也可以鼓掌。那个是在很后面的，不是因为在今天看到。其实慧琳导演讲完，我现在就是真的非常紧张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是一个喜剧，所以真的很担心如果没有笑会是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会第一个笑。好，对，需要慧琳导演带头，需要打暗号这样子，对，大家都跟着笑。哈哈，然后大家就哈哈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媒体朋友也要发问的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像伯宏就是在戏里面就是比较没有穿衣服的部分，那像康仁哥也是，那个喜剧的话，你们会不会包袱比较重一点，在拍摄的时候？不会，我觉得那个在现场就是没穿什么衣服，其实蛮自在的，就跟我平常在家里的那个状态也很像，但比较害羞啦，就是因为现场有那个对戏的演员都是女生嘛，对，然后除了有碧丽姐啊、贾姐啊、家燕，然后还有什么碰碰姐，对，就是也是很可爱的桥段，但是都不能穿衣服。可是我必须讲一下，伯宏超自在的，尤其他不穿衣服在碧丽姐面前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不觉得你害羞啊，你羞在哪里？碧丽姐超爱他，很可惜他没来。有没有趁机摸一下之类？你说谁摸谁？他摸碧丽姐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在，不可以。这不行，对，真的没有摸碧丽姐，但是我有欢迎她，就是可以触碰我的身体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场戏，就是那个画外音，就是我跟碧丽姐已经不在画面内，所以导演就说你们出画之后，你们爱讲什么就随便讲，没关系。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我就讲了一句台词，说来你要摸摸看，哇，因为很硬，对，很硬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讲不出这个词了。对，然后碧丽姐就是，哎呀，不要了，就是，对，碧丽姐也害羞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卡里奥就导演就说，哎，你们刚才后面做什么动作？但是我们其实没有，就是讲话，对。所以碧丽姐没有真的摸下去，就对。没有，其实碧丽姐就是，其实她也是蛮保守的，
对，那我也是，就是只有在演戏的时候，就比较在小茶状态才是这样的。你看我今天穿这么多，他都冒汗了。那静雯姐有也是在拍摄的时候有顺便看一下吗？看什么？你说看他们？或是康仁哥？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就看着导演的眼睛说怎么样，快点！导演就一直叫康仁哥要一直捧着我的脚，你知道？觉得那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害羞是当时的如容，就是那个氛围，导演他们处理得非常好，就是故意要给你一个尴尬，而且真的是现场导演就特别，其实你那个裸露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整个过程，因为如容他就是一个极度幻想当中的吴康仁在我面前。但是他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要捧你的脚的时候，那自然就会蛮好笑的。其实，那你会想说演女儿也一起看这部吗？你说打马赛克的部分叫布布妞追我，还妈妈你看妈妈，还打马赛克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幽默啦，应该是不至于。我们16家哦，啊，对，16家不行不行。那老公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知道知道。那他本身有看过吗？看过什么？我全裸吗？不是，哎，别闹了！今天怎么尺度那么大？今天怎么？不是啊，演员这是一个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尊重、互相尊重、很正常的事情。哎，楼上笑太大声了。对，那婉婷呢？以自己有演，就是在这部戏有很多大尺度的戏，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别扭？还是你是说那个姐的老公有看过我全部？就是之前的那个发布会已经有说我是被那个慧玲导演骗来的，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找我来的时候讲的那句话让我深深的感动着，所以自此以后他对我任何的要求我都完全没办法抗拒他，就是都答应这样子。但是殊不知呢，我最激烈的那一场戏是俊宏导演拍摄的，所以应该要问他满不满意。我觉得非常非常满意，非常满意。那个我其实看人都不太好意思。那因为这次的戏剧有很多大咖演，就含金量很高。那之后会有什么更多的神秘嘉宾来客串之类的？我们透露一下，没有透露，自己看，对，自己看自己看，无粉透露。好，那时间差不多了，謝謝，还有人要访问没有哈？那我们就先送他们回去休息。好，三位演员先留一下，我们那个剧组的摄影要拍一个我们三个人的合照，来，演员要先留影。放个动作。好，是 pose 好不好？来后面，后面第二排会用手边。哈哈哈哈哈。好闪，好闪，好闪。队长进来吗？看一下，看他 B1 中间下方。好，看一下。放个 pose 好 ，OK 吗？来这边。好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对，来再看一次左手边这边，来第二排右边，来第二排的右手边，我板子扣一下，好 ，OK 了吗？好 ，OK 了，好，谢谢静雯姐，好，请到后面休息一下。那下一个要邀请的是我们的林柏宏，也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演员，来，欢迎柏宏。上一次啊，应该是怪胎的时候，在中山堂。他非常的熟悉，今天穿了毛衣在现场，完全可以了。来这边，戏里面穿太少，今天要穿多一点。穿回来，好，脱一下，脱一下。等一下电影院就可以看到。左边来，左边来看左手边，谢。来偏中间。他真的是酸痛。还有哪里要补画面？酸中间，我们再看回大维摄影，谢谢。柏宏热吗？对啊，你穿毛衣耶。真的心情很嗨，对不对？来这边，来第二排，第二排的，视线到第二排。来，有这么强的魔力 ？OK 吗？好，来看一下。来左边，左边，右边。左边也要补，那个左边。对对对。谢谢。来中，偏中间一点。来正前方。来正前方，谢谢。来右边。来。第二排。OK 吗？来再加，再加后面。好，再加一张，再一张，再补个画面，谢谢。好了吗？好。
好 ，OK， 那婉婷先稍等一下，我们再请到刚刚的我们的两位导演，还有两位演员，我们请回到台前来。好，那请两位导演站在最旁边，然后中间是静雯姐，然后是柏宏，这边是婉婷，然后我们先站位等一下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中间的大会摄影 ，OK 吗？好，先看中间的。好，来你这边哦。好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右手边。来右手边。好，后面后面有第二排大哥。来，谢谢，一起左边。好，一起往左边看，谢谢。把你手收一点。来这边，来看一下中间偏左。可以。中间偏左，这里这里。来，先看中间偏左，好。来中间，再看着中间。来中间偏下，中间偏下。来中间偏上，中间偏上，我们大卫摄影这边举手。好，那我看中间，谢谢。先看中间的摄影，来中间下方也看一下，谢谢。这边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看右手边。还有呢？来第二排右边的。好，看完这一下哦。来，谢谢，一起左边。谢谢，左边。先往这边看，谢谢。好，看中间偏左，中间偏左，蓝色 T 恤大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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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位要上来的是我们的导演，也是这部戏非常重要的角色陈慧琳导演。我们先进到那个台前，为各位拍电影拿票，电影拿票。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大会摄影，举手这一位。好，那我们看向右手边，右手边先看向右手边，今天摄影大概比较多一些。慢慢看到中间来，然后再看向左边。好。还有要补画面的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刚举手这位蓝色衣服的大哥。好，好的，中间再一张。我们中间再一张。好。好，然后再一张。好，来看第二排的摄影大哥。哎，学弟。好 ，OK 吗？哪里有补画面的吗？很重要的导演李俊宏导演，这是他的，也是第一次哦，担任剧节导演，来拍一张照。先看一下我们的中间大会摄影，举手这一位，谢谢。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大哥们。如果我需要自己举手说一下哈，让他视线知道对到哪。好，那左手边这边亮一下。稍微稍微一点。左手边的摄影大哥们。来这边。好，谢谢。还有需要拍照的。